哈，我觉得这次应该会过了，我有预感。晚上有直播神魔吗？没有吧。今天除了这个关卡还有什么吗？好像今天就没有那个其他新的东西啦，神魔。欸，我想问你们呢，欸，那个怪蛋那个新的关卡那个是到几点啊？他会开很久吗？今天早上直播怎么那么短？开车了，到九点吗？这场两个小时。我是说那个咒术回战啊，那个新的关卡，啊，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吧？东堂，哦，到九点哦，那我们可以晚点开，我们先把这搞定吧。好啊，我还以为只开一个小时哎，那这样我放心了，至少等一下应该会开怪蛋。哎，我以为很赶，其实还好。啊，那没事啊，慢慢打。这一次游戏台不是八卦台，对啊。第二关，好广，开下去，把面吃挺好的，把杂猪消一消就行了，这样。这个一定有十康以上。官方有开放升级不同卡金魄数量的解说看看吗？哪边？你说，是官方的新的影片吗？还是在哪边有这个资讯？我昨天没看到啊。又怎么了？官方又在上传一些奇怪的影片了是吗？我找一下。有吗？他在哪边有讲 ？FB 吗？还是 YouTube？ 新影片？新影片是哪边的新影片？我只看到奇怪的什么画师教室餐上，他在教画画哎，没有，我没有看到那个哎，欸，我没有看到那个攻略啊，怎么变成画画台了？影片变私人了。为什么删掉了？有人留记录档吗？你们给我记录档，我才能看啊，我刚才没看到啊。删掉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我猜是这周四的 GNN 他抢先流出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哎，欸，有没有留记录档啊？有留记录档，我就可以跟你们分析一下啊。我是没看到东西，我怎么知道？哎，欸，干，你怎么没死啊？好扯啊！水那个水柱好痒哦。啊，这应该他要死了。小编误传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目前没看到影片呢，外流影片我也常常看到。怀疑你在开车啊。技能开开，送他下去探亲。我刚点进去就变诗人。哦，暧昧，你们有那个王子吗？诗人也是可以王子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，他也是可以那个，你也可以传王子给我看。他是诗人的话，我就有机会可以看得到。哦，我们应该要消两康宝才能回来。哦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我们还带走他吧。哥，完了，没有手交拳。哎，欸，还是死。好，啪啪。有啊，你私讯我粉丝团啊，让我看一下。这边自己带走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有七吗？有哎，欸。嗨 YT， 嗨小林，我刚才去看你的三分钟直播，呵呵，有点尴尬。完关喽！哦吼，剩一回合哎，怎么办？会被打爆吗？
我是真没想到的。怎么办啊这里？哎，哦，不好意思嘛，我理解一下。其实我们直接削三十颗水珠，应该能过。可是要削三十颗哎，试着削三十颗看看好了。可是没有水珠哎，板面上。我也在想开个龙科，说不定可以哎。看一下有没有天降三十颗好了。哎有哎，三十颗，呀天死了！我的手感也太厉害了吧！手下整版就是六啦，正常应该是要在刚刚那个记那个关卡再多洗一回合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没有洗是有点尴尬，不过、啊、这边也没关系的。那我这边开个这个，然后先转一回合，主要是用他第二回合的真伤哦，所以这边没差。靠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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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！好，然后在这里先开炸板，然后再开一窝座，一窝座的这个二消哈，这个二消，然后再开好广义记，然后接下来二消全部隔开，应该有戏吧？哇，首消就十一了，这一定二十哎，百分之百二十的解法，各位。谢谢各位，你们在刷十九的，你们对得起自己良心吗？不对啊，这个一定是百分之百二十啊，各位，好，你们不用刷了，浪费力气。所以这个是最佳解这一对，我们终于找到一个完美剧本了，各位，不用赌博好吗？这对不用赌，绝对二十，在针对啊，所以哦，谢谢刚刚留言那个叫我带一窝做的。太神啦，你这个剧本直接完美通关了，各位。闪退盾没有闪退盾啊，临时过啊。